西部早安早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位于雪梨市中心的 Black Pack， 对，然后它在一个很安静的巷子里面。然后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餐点，因为他们一定要打烊，不然开太久。这个呢，他们的 Ricotta Pancakes 松饼。这个是烟熏鲑鱼拿手，烟熏鲑鱼看起来好吃，这是老板送我们的 service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招牌，脆皮猪肉汉堡 ，Black Bag Crispy Long Burger， 对，它是 burger 汉堡，然后旁边有看起来超酥脆，超酥脆的薯条，然后这个脆皮猪看起来超脆。然后它蘑菇做一整盘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就是素的素食也可以吃。然后我今天点了一个咖啡，他们的招牌咖啡。然后这个是Mango smoothie， 我每次都超爱沙拉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开吃了吗？要，我们现在就介绍完了，我们要开吃啦。当视线交集，当浪漫主题曲